一个战士被血猴砍死喽！这我见过最帅的了，真的。你们不被他帅到吗？我搜到战士那一刻，他要粉碎我，好恐怖！特别是这种拿原版皮肤打战士的，跟我一样，原版皮肤打萨满，原版皮肤，你们懂这个原版皮肤的含金量吗？好东西，我感觉他挺好的，给这两张牌。好复古的牌呀、啊，没头发是不显就很厉害。我要如何回答让你感觉到我没有在 diss 这个战士呢？其实发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气场。作为一个萨满，我还是尊重一下他这个图腾吧。你说我挂一个这个，对面会打软吗？宇宙战应该有软的吧？目前没有看到重复的牌啊。你说我下回合提刀砍他脸，这个操作可以吗？对面说你居然砍我的刀，认真打认真打，哎呦，怎么可能砍脸？好像是个奥丁战哎，哇，他吃我两个怪有点东西，这是个奥丁战，兄弟稳住，吃吧，这个好。其实这两张牌都不算是我重要的牌，有一说一啊。我不砍这个六宫，感觉我没有气势。没有吃掉 key 牌，这波已经血赚了。如果沙德沃克和这个吃了，就不用打了。他还有一吃的，还好这个牌在了。沙德沃克，哦，Big，不要慌，Big。你们对现在这个进化的要求是很高哈，他抽不到奥丁啊，只要奥丁完了打一个福丁还蛮厉害的，还不来沙德沃克吗？这有什么鬼属性吗？元素，我好像还有一个鱼二杠二那个是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记错了。我一定要每回合压场面，不让对面打奥丁。怎么没砍脸？砍脸干嘛呀？
韩联的点在于，哎呀，这把刀砍不动他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十二张牌还没有，一个战士被血后砍死喽！谢谢，请熊熊喝果汁，送出个定流。哎呀！先求求对面是个巨人树还是一个疲劳树，不差这一点伤害。带这个的99%是巨人树了，也不对哦，带这个。哦，疲劳是不好意思。他现在第一张疲劳叠，你就叠吧。现在都是带 DK 游客的疲劳术吗？这个牌好用吗？发现你牌库中一张牌的复制，呀，完了，我忘了要，这还有个爆牌的。对，是找生奥和海胆。我上一把不是是被三个海胆打崩了吗？你发现了吗？他给解牌真的不靠谱。我要爆牌，我一定要打掉。如果让对面为了活下去逼他把波波打出来，但如果对面拍照有波波，他还是有波波。你看姐夫拿伤害是真的靠谱的，兄弟们。七血，我认为萨满的直伤是杀不掉的，两张打三都不够。萨满直伤，一是打三电剑，二是输，怎么都不够两张。不够尸体，他没复制。这你赌我杀不掉？你是搞笑了，朋友。这你赌我杀不掉，我还打个什么萨满？我昨天也是啊，打到这个点开始犯迷糊了。
我现在对这种人最好的尊重就是不理，因为如果我理了，就是我觉得我有道理，他们会觉得我没道理，你知道吗？我理他们，他们就说为什么每次我进来就看主播怼弹幕，所以我不理啊。你看我今天理过吗？对不对？就我不理，他们就说不了我了。这个你不能理的，你一理就给他机会了，给他两个硬币，让他抱一张牌，值得吗？我觉得不值得。两个硬币很关键，如果对手里面有高费的牌，不值得。是不值得，现在萨满其实很需要费用的。啊，对面是有实力的，对面会带寡吗？不会，因为他们的萨满都是超的，超的牌是不会带寡的。不是吧，哥们儿，你比我胡那么多。这个能过六二十，这个也是个元素，它同时还是个野兽。这值得你导演吗？是有点完美的，甚至还没有爆牌。哎呀，这个 buff 让他去了，他本来不去的。我觉得得赶紧把这个打了，要养起来了。这个可以养一养的。对面沙德沃克打完以后打过战吼牌吗？好像没有吧。我一直给压力，他打不了六二十啊，没有是吧？最后不需要拍照，因为这个萨满的质量已经够了，就是你带拍照有可能会卡，而且现在的环境没有那么慢的朋友，所以拍照这种东西如果哪天环境巨慢了你才可以拍，拍照现在是一张比较鸡肋的牌，真的没有用。他要三倍 buff，那这个在内战里面一般啊。手里面还有一个，我怎么能给最大的压力呢？我这里不能先打奇利亚斯了，我得看看对面打的是什么。蛮大的，那我奇利亚斯可以撞两个，还可以。那他这样，我只要把这波扛住，对面其实就没有什么质量了。因为内战里面这样打的话，其实是很亏的。三加三，就三加电疗。我觉得不如奇利亚斯好，奇利亚斯是可以截两个，然后还有四堵墙。这个东西我可能想拿来找寡，姐夫万一他坑了，这回合就没有操作了。
姐夫这种鬼不太能信得过，哥们。好，坑了一张，只有两张是零费的了，那随便捡。你看上游和打姐夫是不是崩了，我们马后炮的角度是不是崩了，他给你有我也打不出来。这是哪来的？对面是真的有进攻欲望啊。这个扭是很赚的，因为把门也扭了。阿凯没有吗？抽了啥？很关键啊！抽是这个好像，不对，这个是两吸给的。先扭再出知识，谢谢。很好。对面两个傻德沃克的质量都没了，我这里少个鹦鹉的质量是可以的。哦，他酒杯拿了一地这个。23差一点点。群虚加嗜血差一点点，没用，你敢卖吗这一刀？然后他打了这个的坏处在于什么？在于他下回合都没有办法修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过载了。姐夫还凑合。